国内各种原创综艺迭出，有夫妻档温馨综艺《幸福三重奏》，妻子的浪漫旅行，还有被誉为真人版吃鸡的大型户外实景综艺《勇敢的世界》。《勇敢的世界》共有10位明星参加，分成男女两队，由陈乔恩、程潇、柳岩、吴映洁、郭子谦5位女生组成鸳鸯麻辣火锅队。其中郭子谦可能大家不甚了解，其实她是张翰工作室首位签约女艺人，此次也是跟着老板张翰来参加综艺。郭子谦五官深邃立体，颇具异域风情，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混血儿，还一度被认为撞脸天王扫婚顶。实际上酷似混血的郭子谦是个地地道道的川妹子。郭子谦是科班出身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08级表演系本科班。2010年大三的郭子谦出道，出演了第一部电视剧《爱上男主播》，次年又与姜潮、陈翔合作拍摄了《夏日甜心》。虽已出道，但郭子谦的演艺资源却说不上好，片约少，角色无足轻重，甚至还接了几部名不见经传的网剧。直到2014年签约张翰工作室，郭子谦才在演艺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，片约开始丰富了起来。作为老板的张翰也一直尽职尽责，一般张翰出演的电视剧都会带上郭子谦，郭子谦也没有让人失望，扮演的角色都各具特色，如在《山海经之赤影传说》中饰演善良纯粹的娇女安安，《传奇大亨》中饰演了敢爱敢恨又无畏独居的大小姐王静，《锦衣夜行》中饰演了聪明伶俐、武功高强的女锦衣卫彭子琪，《海洋之城》里饰演了性格泼辣的物质女孩，在《夏梦狂诗曲》中饰演才华横溢的天才小提琴手。为了拍好这部戏，更好地贴近角色，郭子谦努力克服学习一门新乐器所带来的巨大困难，从零开始专门学习了如何演奏小提琴，最终完美的诠释了这一角色。郭子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就是温暖的旋律、单纯可爱的职场萌新丁小戴了。作为总裁助理的丁小戴是詹兰贤和温暖情感升温的最强助攻，呆萌又花痴的性格让人好感度爆棚，郭子谦凭借这一角色圈了不少粉。关于演戏，郭子谦有着自己的态度，他曾说过，如何学会做一个好演员，不光是要在学校学习专业知识，在每一次诠释不同的角色时都要学会积累，实践往往是最好的老师。对演员而言，在实践中不断反思，